我们现在到了观雾的另外一颗巨木群里面的另外一颗巨木，我们现在把镜头交给我们的特派记者陈书义，书义来。这是四号巨木。来，先看这样，先看镜头啊，好来。四号巨木。哦，好。它的身高33公尺，它的树围是9.2公尺，直径2.93公尺。它的年龄还没有鉴定，它的树种，它的树种是红块哦，都一样，每颗都一样。好。啊，这是几号？这是几号巨木？这是4号。这4号哦，那刚才是3号是吗？对呀。好，走。